谢谢。刚才是我俩儿子，那跟儿子站在这个台上啊，心里就这么痛快啊。当然了，当然了，有的是亲的，也有干的。干儿子啊，就别搭茬儿，不搭茬儿也有你的事儿。你认识我吗？不是，那圣人吗？哪不能老是圣人，你再看看。没有那么好的眼睛，看不出来。你骗我，你都不知道。我真不知道。你看电视吗？您还是那圣人。你上网吗？不是，还有人。你们家有亲戚吗？你爸江三辈。叔叔李铁。哦，还是你。谁呀？我告诉您，别往这说了。你不认识我？您介绍吧。你看看啊。我是那个啊善人。善人。善人。人家回去休息休息。养好了伤再来。刚才还剩着牛脸就做完手术。我是心善的。对呀。我是啊，心善的。就是刚才下台的时候的事吗？哎呀，你看我。对，快刀热水，要了亲命啊！亲弟善良，吓我一跳！我说哪大夫手艺这么好？亲弟善良，对，这么个善人，好心眼儿。哦，亲弟善良，好。怎么老有这个？就是表示坚决的意思。哦，破破快快。哦，一点不留。对。心善良。就是啊，坏心眼没有吗？不是。希望好。嗯。希望每个人都平等。好。哎，谁是天鹅？谁是乌鸦？谁是白鹿？谁是才华？谁是麻袋？谁婚纱？谁奥巴马？谁阿依图拉？乱七八糟！您这多少句都不挨着。希望好，嗯，希望每个人都平等。好，哎，谁是天鹅？谁是乌鸦？谁是白鹿？谁是才华？谁是麻袋？谁婚纱？谁奥巴马？谁阿依图拉？乱七八糟！您这多少句都不挨着。您在？我不是在咱们这边上的大学。在哪儿？我在拐外。拐外？在拐外的这些人。什么叫拐外呀、啊？外拐。不是，这还能叨腾过来？怎么？可以，还能添字儿。什么添？拐国外？您就直接说国外不就完了吗？这是英语的翻译吗？没听说过。在国外上学的这些年吧。在美国上学。哎，小地方，不要地方。啊，我小地方，嗯，法国，哎，更小，哈哈，英国，这仨国家就没三居室，是不是？至于不至于？你是在大地方上的学？在哪儿上的？柬埔寨。柬埔寨，柬埔寨大学，哦，高等生啊，哦，我是柬大的，哦，看我这气氛，哎，瞧得出来黄了。在柬大毕业之后，我就经常想啊，因为作为一个说念过书的人嘛，啊，这么你干嘛上惯了炕了？这么多年来，我是在国外，但是我很希望回国来为老百姓能够做点什么，报效国家啊！因为当时好多同学、好多朋友都是这个香港的同学，后来我想找他们一起谈一谈到香港，因为香港的台头很多嘛，有
有钱人呢，大家花一些钱，你也花点，我也花点，为老百姓做些有意义的事情。这事儿啊，香港是个好地方，对，香港的肉饼是最好，然后香港的这个家具也特别棒。您说那是香河？改名谁改名？您琢磨琢磨，卖家具卖肉饼，那就是香河。是是，记混了，这能混吗？这您过海没过海，您不知道吗？没过海，那不就是香河吗？过水了我。您下河了吗？不是，我就说我这个经历嘛，是吧？啊，去谈，但是不成功。人都不愿意，让我很失望。我说咱们大家一起，咱们行善，咱们一块儿善，岂不是好事情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有人陪着胆儿大点啊。但是他们不愿意，肯定不愿意。嗯，他们胆子很小啊，不行。啊，这个我很失望，是吧？我这个没什么，这脱土开门一下的事嘛。您要是喝不去了，就是嘛，就是啊，就是有时间嘛，一起探讨。不去没有。啊，我很希望，很希望能为您造福吧。好，当然了，是你们要不花钱，我自己花钱可以，是不是？您自己有，我留了这么多钱，我干嘛去用啊？你看，搁在家里给我占地儿，这哗隆哗隆响，你这个全钢镚儿，一箱子硬币，不是一箱子啊，半箱子啊，没有这么多，反正嗨，搁罐儿里，有零的，也有那个，就别一毛一毛，粮票、布票我都有。什么时候的钱了？我留着干嘛呀？我趁这么多钱，我花为老百姓造福。好，一个人有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处？哦，独守着豪宅，我自己也没意思。您还有个豪宅？我在那个在通州里面是我的豪宅。在通县？通州吗？甭较真，新改的。在通州那边，我就住在那边、哦、豪宅，就是每天我办完事儿，我骑自行车回去那个地方。通州，您办完事儿骑自行车回您那豪宅、啊？锻炼身体吗？锻炼身体。啊，再一个，我也不是说一直就骑自行车就骑回通州去了，那就对了。我骑到四惠倒地铁。地铁。对，每天早晨来的时候是先出来，骑到四惠坐地铁办事儿。啊，晚上办事回去也是地铁坐四惠。您别说，四惠出来那走那 A 口，然后到马路 A 座去，把我的车扛回来，然后才能骑着往东边走。哎，你听对不对？你这不嫌丢人就别说了，豪宅那么大，骑自行车俩公里一转，县委书记都不换。哎，对，这是县委书记不换。哎呀，上我那儿，上我那儿参观一下。上您的豪宅，我欢迎你，欢迎你到我那里。您这别拉拉垫背了，您就自个儿吧。请你到那里做客。好，你有十分钟时间。很希望你能够到我那里。您把手里这刀放下。拿刀？什么呀？您真有那豪宅吗？哎呀，一面院墙20公里。一面院墙就20公里，一面院墙20公里，四面二三，哎呦，老大。您这算是没学过，不会算账。大院墙，哦，您给人到那屋去，你算多大一大院？哦，正当中是我那卧室，15平米。您先等一会儿，不错。一面院墙20公里，这么大一大院子，你中间就一间房。对，您给人看坟地去。这是人多讨厌你！废话，这么大院子，中间一房，我就我自己住，我不让别人住，我自己的豪宅卧室。那是这么些人啊！天天早晨我一睁眼，我这个60名佣人啊，就都站那儿等着伺候。60名佣人，对对对，就一间15平米的房，您还不让人睡，这60个人哪儿来的？现想啊！我在延庆给他们买房。哎呦，嚯，多折腾啊！好，真敢，我来伺候我啊！早晨4点半必须到。嚯，天天夜里啊，1:50下班。那就别走了。来伺候着我啊！一面院墙25公里啊！不对了，什么？不对了啊！一面院墙不20公里吗？啊，有一面是20公里。
三角的呀，不一样啊。可以可以一样，可以一样。你什么叫可以一样啊？那没用，怎么又没用？看清楚了，我一睁眼，这六神都干好了，伺候啊。哦，洗脸刷牙，给我梳头。生活不能自理了，这我穿衣裳，穿背心儿是吧？衬衣。抹背心儿、坎肩儿、棉袄，穿秋裤，穿袜子，把秋裤塞在袜子里边去，还小点儿，刚好给我记得了。扶我过来洗脸，擦脸，哦，哎，聚美镜，聚美镜，哎，万里天王，什么时候的牌子？哎，弄好了往那一坐，我有准备，早餐就来了。啊，吃早点。哎，你们都吃那什么什么豆浆啊、油条啊？吃啊，那个落伍了。哦，不时髦，吃西餐，哦，西餐，快餐店给我定制，快餐店啊，你看，我猜，我上哪儿猜去？跟肯德基对门啊，麦当劳，长什么呀？麦当劳不就完了？麦当劳，麦当劳，你们都吃麦香鱼、麦香鸡，对呀，咱们这麦香骆驼。麦香骆驼，整骆驼别切啊，整个的，大个，整个骆驼上下两片面包，你还见得着面包？整桶子泼酱，二十人举着我站起。喷完了洗脸，那是你真酱，洗完擦脸，万紫千红。刚才那都抹骆驼上，对对。吃跑了，接下来在我的花园里边，我溜一溜弯。花园还有花园啊，花园45公里长径长。院子才25公里，您这花园45公里套不下，知道吗？你说一，你说一，我说一，你说一，让人不住，你说一，不是，谁住啊？我住啊，那你有谱啊？你去没去过？我没去过呀，惊嘞是吧？什么人啊？45公里一面临墙，真的假的？哎，这住不住了？哎，这好，来说定了啊，看啊，什么都有，有人呢？转椅。是吗？60人推我，60个人推我，那费事。那是转一钟头，搀我下来吐。哎，这就没有人陪着了。吐完了玩那个，那个那悠气儿，悠气儿，那个那坐在上面，日修仙，好修仙，那高我日日。坐下来，开车上三河县接我去。啊！上甩个院子去了，对我活活没辙。我摔这样还没辙，拿车运不来啊！滑梯，干嘛去中山公园去了？还有滑梯，我自个儿滑，我都不买票，多新鲜啊！滑梯。咦，还有那个一根棍儿的那个啊，一大根棍儿啊，爬上面掉着下来，抹好些橄榄油，滑溜到日下，下多快，我重力地，重力地把铁锹刨我，可不是受罪了，太讲究了，花园到现在一点花没见着，不玩儿了，院里有一白塔。白塔，去过北京有一个白塔寺吗？去过白塔寺。这白塔怎么样？好高啊！好什么好？跟咱这白塔怎么比？不好吗？我们院里的白塔比白塔寺那个白塔还寺。那怎么的呢？我这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寺还白。我白塔比白寺塔的白还北白。你这是人话吗？我再来，我再来。我会成功的，我这个白塔比白塔寺的那个寺还白塔比白塔，我的白塔比白寺塔的塔寺还白，我白塔比白塔，你来这，我来这，来，你玩那秋千把嘴割了，我的白塔比白塔寺的那个白塔还塔高，哎。我的白塔比白塔高，白塔还高，高还高，还你说我说高，你就说高就行了，你这还高，哎，成功了，什么？
天天没事我爬塔玩。爬塔？爬塔锻炼身体。哦，这么多爬塔啊？很难啊，这叫吗？爬塔？你看，你说院儿要爬几米圈这行是吧？啊，这塔你有不过来啊。不好不好爬，但是啊，但是我不怕，是吗？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困难两个字，没有困难，我就没有字典。哎，没有。我这忙啊，你踩踩塔字，踩踩行了，踩塔是有字典就豁出来了。找一帮人踩着凳子，大伙爬，踩凳子，哎，一块儿有好这，咱们一块儿来，一块儿这活动，爬塔梦中人啊。什么都梦中人，听你到时候听一二三等奖，哦，一等奖给10000块，哦，二等奖700，哎，三等奖600，四等奖，别打架，大看离格，别打架，爬，天天就得出啊，天天就出啊，爬，爬，晚上7点半准时爬塔，我晚上爬，锻炼身体，爬，对，天天我爬，拿上去，站起来看，呵，太好了啊，北京城进收眼底啊。升级了，哎呦，爬一宿啊！晚上7点爬，爬上去升级了都，在上面赋诗一首，哦，还作诗啊！一只乌鸦口渴了，于是去爬塔，成功，哎，成功，先坐，哎，爬，高兴，看完了，往下来，爬下来到屋里，正好新闻联播开始。垫点东西接着爬去吧，吃完还爬，哎，多新鲜！就半个小时吃饭时候，没事的时候我用笤帚，我在塔里边扫，还扫，哎，我头里跟一头，我说，我们改《西游记》了，行，哦，就好看，有钱你不花干嘛？这是花什么钱？没事坐在屋里边，打开服装裤，服装，把我那些貂皮都拿出来我穿。还穿有貂皮，6月三伏啊！你外边背心裤衩，我跟屋里边我穿貂皮。6月3伏穿貂皮，我有冷裤啊，我坐冷裤里边。这不是撑着吗？你这一面墙挂的都是一片一片的猪肉。挂什么？我猪肉，半扇半扇都挂着。哦，捎带挣点钱。哎，挣钱吗？不是，您这我外边热，我坐屋里我能穿貂皮啊？那挂猪肉干嘛？您挂猪肉一块省事嘛，是吧？还是吗？穿好了，各种开花，貂皮都知道。貂皮，貂是个动物，对，活的时候叫田鼠啊，没听说过。您穿耗子皮了吧？您哥啊，一件换一件，一件换一件，上街穿这个。院里哪那么些耗子？哎，你穿啥？倒杯红酒。还喝红酒？说是红酒，实际那色儿黄不劲儿啊，黄不劲儿，熬鱼必须得喝这个，要不得尿酒啊。您坐屋喝料酒穿好皮，有什么钱呢？这书包都打发了。喝这个啊，喝这院里种有个葱，拔一根。喝神仙一样的生活啊，就这个呀。没事找个收藏，收藏就要收藏油画啊，收藏油画。但是我不习惯你大的那个油画，你收藏小的，收藏小的那个粉色的，粉色这么大一张，画着毛主席呢，这么大，这钱呢，您这粉色画毛主席钱呢？我就喜欢收藏这个，攒钱。要给我这个，我太好了啊！哎，就缺这个了。平时没事跟朋友坐一块下围棋，这高雅。围棋会吗？围棋我会。围棋会啊？啊，围棋有规矩。是吗？马走日，象走前，炮打街，鸡跑右前。对座坐好了，开始走。军长，来。军旗，你到底下什么棋？我这好几种棋都有，好几种都有啊。平时没事的上街找去，找穷人，找穷人呢？谁没哥上我这儿来？哦，哎，我来个善人大世界。我这儿全是您这样的。喝得出去吗？喝得出去上我这儿来。哎，由我管你一辈子，知道吗？一辈子不讲这个。哎，你来吧。我不来，找别人去。到我这儿生活非常好，是吗？尤其是这三大节，三大节，中国的传统节是三大节。哎，头一个就是五月节，五月节。哎，五月，五月端午节。对啊，端你节呀？端你？端谁呀？谁端我？端。我
端谁吧。这五月端午节呀、啊，五月端午节，吃粽子是雄黄，这纪念屈原，是纪念屈原。屈原啊，当时是也不什么时候的一个念书人，聪明机智，老跟那个八一老爷俩人打架。哎，他顽皮呀，屈原改新疆人了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但是后来给分出来了。怎么分出来了？哎，是包粽子、啊，一个粽子五十斤，这么大吗？五十斤米，黄米就五十斤，黄米就五十斤，还有什么枣。豆沙都弄好了之后，拿炕席卷上。哎呦，知道吧？一人扛俩走，旮旯吃去。旮旯儿上院里去，咱院大呀，一面院墙留着兄弟。别说了，刚才才20公里呢，长了，长，这也长啊，长，院墙很大，巨大，整院都吃粽子了，吃粽子。6多公里。哎，八月去。啊，这也是八月中秋啊！啊，八月端午节啊，怎么又端了？到底说的端午？你干嘛急了似的？怎么着？八月中秋节，八月中秋吃月饼，对了，呵啊，一万多个面点师在我这儿奏月饼，知道吗？奏月，哎，坐月，坐月饼，坐月饼，在我这生孩子，在我这生孩子，什么生孩子？坐月饼，坐月饼啊，大月饼跟那个，100斤一个。100斤一个，比那还沉。什么都有，吃吃，打开吃，五仁馅的。嘿，你来看这个，啊，哎，看这个，这更好，这个莲蓉的。你尝，这狗杀的。对，这锅嘿，炸酱馅的。炸酱，什么馅儿？芝华芝兰的。腰子馅儿啊，腰子蒸鸡面馅儿的，这个啊，这不就是白饼？月饼有面馅儿的。一锅卤煮馅儿的，多高级！是啊，敞开了吃，有的是钱不在乎，不在乎给你加点馅儿吧。中国的传统节日啊，三大节，第三个是圣诞节。哎，好吧。传统节日，圣诞节什么事？有没有？没有圣诞节。圣诞节，外拐外拐，外国外国，我是拿柬埔寨带回来这个习俗。哎，您就说吧。哎呀，一到这天。大伙聚一块儿来吧，怎么着？圣诞节了，也过，刨坑就刨坑，好，刨坑，我外头给你偷圣诞树去。15米见缝啊，一大坑，刨完了，我出去偷树去。偷树？出去人告诉我，不让随便砍树。对，你这事闹的，没有，白刨一坑，再往里扔白菜，白菜，扔白菜，以后当菜窖使用。好，挖菜窖了。这怎么办呢？我也得创造乐趣啊，弄个小帽子。来大袍子，留一胡子，背着狗就出去，干嘛？蹲旮旯，我圣诞老人了。您给他们送礼物。刚出去，四个警察把我逮走了。啊！愣说逮着拉灯了。哎，这好。也警察也瞎了眼了。我穿的白袍子，主要是。白袍子也不像。赶紧说清楚，我是善人呐、啊！我你别不信呢啊！别说这，把我回来吧。啊！一帮人，6000人堵等着我呢。6000多人呢。大院墙75平米。哎，哎呀，这小了，您这个。75平米了，75公里，这那也不费。你说多少？65公里，可以，可以啊。大说呢？大说了啊？怎么我说？60几公里？65啊？65公里？电商的院里好千人等着我回来烤火鸡呢。我还烤火鸡？哎呀，圣诞必须烤火鸡。啊，火鸡在中国叫鹌鹑。谁说的？火鸡叫鹌鹑，这差哪儿去了？这个好。6000多人啊，分一个大火鸡。好，这拿去了啊！挨着院墙都做好了，一个做一个啊。啊，我们这击鼓传花啊，往那儿传，鼓声一停，这在谁手里边啊？那谁就吃。我负责敲鼓啊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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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搁我这儿。好，行了。啊？那还分他们干嘛？自个儿吃不是？就要这个节日的气氛。哪有气氛的吗？我可喜欢那个啊！最近我准备搞一个大型的庆典，是吗？哎，普天下所有的这些个了不起的这些个角儿啊，啊，这些个名人啊，都给你请来。因为什么？演电影的这什么，阮玲玉啊，啊，唱歌的玲玉，这些我都给你请来。梅艳芳，死了都，死了吧？啊，死了不要紧，赶紧活的。啊，不少一线的所有人都来大型的庆典活动，因为什么呢？庆贺一下我那低保批下来了，知道吗？低保批，刚才还是锁人的嘛？是我打算怎么办？还没办。哎，对对对。